相信大家都听过三千烦恼诗，我们希望烦恼越少越好，却不希望法师减少。可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正面对烦恼增加，法师减少的问题，脱发问题更有年轻化趋势，不再只是中年才出现的危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在梳头时发现发质日渐乾燥脆弱，容易折断，洗头时脱发严重，以致洗期间去水位被满满的头发堵塞。在家中的地下或办公座位附近片脱落的发丝，其实以上种种都是脱发的先兆。一旦开始脱发，就必须把握治疗黄金期，防止脱发情况恶化。否则初期脱发于最快五年内可恶化至晚期，因此及早养发护发刻不容缓。 NN 发倍生含有三大健发成分，为头发提供珍贵营养，激活毛囊，强健发根，从根源解决脱发问题。 Protein M 加源自法国的乳软骨萃取物，为身体提供150毫克胶原蛋白、19种氨基酸和糖胺聚糖，促进头发生长所需的各蛋白生成，增加头发数量和厚度，改善头皮血液循环，为头发注入更多营养，强韧发丝，清除毛囊中的废物，生育三烯酚及维他命E具强效抗氧化功效，改善头皮健康，激活毛囊再生，增加头发密度。测试研究发现，脱发患者进食生育三烯酚八个月后，头发数量大增 34.5%。 大家可以去附近 Cosrae 分店 shopping 啦。